首季私人住宅租金持续回落。今年三月主要反映私人住宅租金走势的中原城市租金指数 CRE 报 111.89， 创去年三月录得 111.65 以来的12个月新低，按月跌 1.63%。 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黄良星指出，今年三月租金跌幅扩大， CRE 向下逼近2021年2月的 111.08 低位。为随着疫情缓和及楼市转好，相信租金短期内可以见底回升。 CRE 最新录得 111.89， 已是连续第五个月录得跌幅，合共挫约 4.28%。 以今年首季计算，则录得约 3.26% 按季降幅。四个主要分区，以新界东 CRE 的按月降幅最大，最新报 131.76%，创十个月新低，按月挫 3.47%， 跌幅十八个月最大，连插三个月共 4.72%。 九龙 CRE 报 104.38， 创十一个月新低，按月跌 2.15%， 首季共降 2.29%。 港岛 CRE 报 107.68， 创2016年8月以来的67个月新低，按月跌 1.94%， 首季削 3.31%。 新界西 CRE 逆市微涨 0.07%， 报 140.01， 终止五个月连跌，今年首三个月合计仍降 3.34%。 三月各区租赁较活跃的成分屋苑，部分跌幅逾 4%， 例如沙田第一城最新尺租为 36.7 元，按月报挫 5.64%， 红磡海逸豪园最新尺租37元，按月下滑 4.84%。 CRE 是根据中原集团新签租约，选取133个中原城市指数成分屋苑，计算各个屋苑总租值每月变化，经过加权计算后，每月公布前一个月的指数。